算当中许多的乐趣。系啦，呢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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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啲嗰啲嗰啲笑，自然啲。你过嚟睇下。哇！呢部相机真系好靓啊！呢部系咪数码相机嚟噶？数码相机乜嘢嚟噶？数码相机咧同普通相机就唔同嘅，佢影相咧就唔使用菲林，净系需要将啲相咧储存喺张记忆卡里边就得啦。记忆卡好得意喎！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偷啲相，仲可以将啲相印埋出嚟添。哦，咁快啲买咗呢部相机啊，同我哋影相啊！系咯，哥哥买咗佢啦。啊，得啦，仲心急过我。诶，唔该你，我想要咗呢部相机去啊。好啊。咦，有冇得平噶？啦啦啦啦啦！你应该成日相，你都仲咁精神嘅你。因为我。哥哥啊，我好心急睇今日影嗰啲相喎，系咪唔使晒就可以睇噶啦？真噶，等一次过俾晒你睇好冇？咁好啊！快啲啦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哇，真系影得我好靓啊！我影得你靓咋？哥哥啊，系咪可以将啲相咧缩细同埋放大噶？得噶，嗱，攞张双人相嚟示范一下啦。哥哥，我要大啲，大啲。得啦，得啦，再大啲都得。够未？未，一定要大啲。仲未够嗱，咁啦。再大啲啦。哇，唔得噶喎，咁样你睇下佢。哇，晴晴，你好肉酸喎。仲有啲乜嘢可以玩噶？有，嗱，我哋仲可以任意将佢剪裁。是不是即是说剪短我的头发啊？不是啊，我们是将不满意的部分就剪了它，剩下好喜欢的那些就留下来。嗯。嗱，将你们两个剪了出来了，其他那些就不爱你们两个做主角。好耶。嗱，我们还可以将它反转啦。哇。还可以将它旋转。哇。还可以加点特别效果添。好神奇喔。哥哥啊，就咁印出嚟都好靓啊！得，不过你要答中问题先噶噃，答唔中唔印。咁出招啦！好啊，咁你小心啲睇住个荧光幕。你哋睇唔睇到咧？你哋两个边个啲相多啲啊？好易啫，数下咪得咯。系就系，只不过你哋两个啲相捞埋一齐，好容易数错噶嘛。哥哥啊，点算啊？要比較兩類物件的多少呢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將它們一個對著一個這樣並排起來。難道可以將照片在電腦並排？是不是啊，哥哥？就是這樣，讓我示範給你看看。好容易啫，哥哥讓我試一下。哎，好了，你試吧。阿晴晴啊，只拿些單人相出來試好不好？好啊。依張你的，依張我的，依張你的，依張我的，依張你的，依張我的，依張我的，依張你的，搞掂曬啦，哥哥！原來大家的相都是一樣咁多噶。波波，你話啱唔啱啦？唔啱，啲相都唔係一張一張咁對住嘅，不如等我試下啊。好啊。晴晴，有好多你影嘅相都系打直噶噃。好啦，原来你嘅相都共我一张噶。好嘢，阿得噶你，好嘢，阿靓噶你。先至唔系啊！你哋好犀利啦，啱晒啦。咁啲相咧就可以坐喺个电脑度，留翻我你要用嘅时候咧，先要再搵翻佢哋出嚟。哦，哥哥啊，我哋要做一个咧关于动物嘅专题习作啊，唔该你带我影啲动物相啊。系喎，将啲相储存喺电脑度，影完嗰时咪可以攞翻出嚟咯。咁样样咧，我哋呢个星期日就去影啲动物相啦。哎呀，等埋啊，等埋啊。嗱，根据呢个地图嘅位置咧，兽龙就应该喺嗰边。咦？停！听下乜嘢动物嘅叫声？哎呀！
得人驚啊！驚咩啊？行去睇下啦！哇！啲星星真係白劍啦！我就話佢好得人驚啊！有幾得人驚啊？咪同我哋嘅人樣差唔多，有眼有耳有口有鼻，白劍過你添啊！哥哥，快啲幫我影低最白艷嗰只啦！阿姨最肥同埋最可愛嗰只。好啦好啦，咁我同你只只都影曬佢。呢度咧大约有40个龙同埋超过600只雀仔，所以咧你哋拣清楚先要叫我影啊，我影唔晒咁多嘢噶。Yes sir， 哎，我要嗰只。相先，哇，好多噃！哥哥，你真系影得好靓啊！喂，你记唔记得呢只咧？呢只嘢点叫噶？呱呀！唔系啊嘛，我唔记得佢，咁嘅样噶喎。啊，系啦，哥哥啊，唔该你帮我将啲相咧储入呢只光碟里面咯。你唔使咁心急啫，嗱，呢度有咁多种唔同类型嘅动物咧。我哋應該先將佢分類，咁第日你用嘅時候都會方便啲啊嘛。啊，我諗到，將佢分成雀鳥一類，唔係雀鳥第二類。不如我做俾你睇啦，行動最實際啊。嗯，睇下你試成點。第二类嘅相仲可以再分类，有乜高见啊你？因为里面有唔同嘅动物，而且佢嘅数目又比雀鸟嘅多。几醒目啊！其实我只手都攰晒啦，不如让个滑鼠俾你啊！嚟，你试下。嗱，呢啲猴子类嘅动物较为特别，可以分为一类，咁即系分成雀鸟一类、猴子一类。其余动物又一类啦，搞掂晒，分得几好啊！今次你都做得几好喎，哎，恭喜晒啦！好，哇，咁大方啊，咁我都恭喜你啊，哎，恭喜埋你啦！哥哥，你影咗好耐啦。哥哥，你影咁多种船有咩用啊？我估你一定系想做一本关于船嘅书啦。你估啱咗一本啦。我打算將啲交通工具嘅照片就儲存喺個電腦嗰度。你哋估唔估到我會點樣將啲交通工具分類啊？咁你仲有啲乜嘢交通工具嘅相啊？有汽車、巴士、貨車、電車，仲有火車、地鐵、輕鐵、渡海小輪、貨櫃船、客輪、直升機、飛機等等。你哋話我會點樣分類啊？容易啦，就是分为陆上交通工具、海上交通工具同埋空中交通工具啊嘛。啊，都系咁啊！你哋嘅分法咧都唔错，但系咧我就有一个唔同啲嘅分法。嗱，我最关心嘅咧就系城市里边嘅废气问题。交通工具里边咧都有分为会排放废气同埋唔会排放废气嘅两种。我啊打算将佢咁分啦。你哋知唔知道咧有啲咩交通工具系会排放废气嘅？